Wagon Seller 今天上午离开台北的时候，我国行政院退出役官兵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聚玉曾亲自在机场送行。Wagon Seller 今天并且在机场的记者会中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时候，盛赞我国的工商进步、经济繁荣，以及整个带弹的三军将士士气旺盛。他今天还重申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支持中华民国跟共匪奋斗到底的决心。